台东卫生局人员一早在桂田饭店门口忙进忙出，现场可以看到有不少快筛试剂以及器材，准备搭建临时快筛站，针对饭店员工以及入住游客约500人左右进行快筛。因为台东卫生局16号傍晚证实一名领队确诊，目前已框列15人实施居家隔离。他没有带团来，他是来这边接那个他的那个团哦，是坐游览车过来的啦。是从台北搭飞机来的啦。根据了解，这名确诊者为北部民众，16号一早搭乘飞机抵达台东，随后搭乘计程车到这间饭店短暂停留后，再到一间田野餐厅用餐。因为头晕不舒服，独自吃饭，用餐完毕再搭乘计程车返回饭店。针对餐厅饭店已进行内部清消，17号先停业一天，后续消毒大队也会配合周边环境同步进行清消。